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“千里路途三五步，百万军兵六七人”。哈，这其实是咧讲一个剧场顶头的表演啦，哈。甲即马电视无同款，电视即马拢足写实的，只真正千军万马，哈，都爱千军万马的一半，后壁做动画。啊，但是舞台顶就是拿一支马鞭，有无？身骑白马走三关，伊敢来去马鞭甩咧甩咧啊，行两日啊，就讲三关拢已经过啊。迄就是一种较写意的表示，哦啊，百万军兵六七人，就是讲，哎呀，将兵带军带马，咱要攻打西辽，哦，迄个安尼就两军交战，啊，其实顶头才六七个人尔，哦，代表就是一个艺术啦尔吼，就是讲写意的代表性，啊，这就是较早伫个舞台顶表现，就大家看，哈，这个俚俗语甲大家分享哦。